我们是鼓励大家参与整个的活动，从头到尾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抽奖的话，假如没有在场的，抽出来没有在场的，我们就带回，哦，就是放弃，表示放弃。我们都是以现场为主，哈，以现场为主。林伟翔同学，林伟翔，这个一哇，先颁奖。快点呢！爸爸，你可以讲吗？爸爸以你为荣。我常常说哈，热心公益。很多人说，什么叫公益？说那关系爸爸搞公益，哦，那土哥随便让三个票给买公益，对不对？公益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做的啊。那么任何人能够做这种动作，就是公益。好的那一部分，比如说这个同学，我有一次跟他一起骑脚踏车了，他骑的，那这些都是公益的小朋友，他们都是小小志工，他很快乐，他不是得奖而已，他分享大家得奖的喜悦。那么他呢，要画画，他跟我说，哦，那我也要来画画，不好，那你有没有好朋友啊？他说有，我说你能带几个来？我说五个，啊，不止啦。何止的五个同学，我想叫嘛，你咋没？我阿公二十个哟，你讲没啦，咋没得二啦？我、哦、所以，我今天就是告诉各位，热心公益，就从你的嘴巴，等于从你的行动，任何好的事情大家来分享，啊，这个就是给他最大的鼓励，给他开回家，谢谢，啊，谢谢啊、哦，希望他明年一样的热心公益，请同学大家来分享这个画画的喜悦。以及联茂文化协会每一个礼拜周六的认识台湾的这种生态治理，好、哦，谢谢谢谢。公益是怎么样呢？从自己做起，认识这块土地，地上物有什么东西？那这个家庭哦，妈妈爸爸有这种热忱，小朋友这个从三岁开始就会热心公益，你看话不给我，你们万一当一天撸了去了，那就是这种习惯，一种生活化的呈现呢。并非不一定因为有什么代价，他会觉得这个热心公益是一种创造快乐的泉源。那么每一个礼拜只要我们有活动，登山啊走在我前面，我讲一个 story 啊，我第一次去我们协会的外围的那种爬山啊，他们这个家庭啊是欢迎第一个，我们两个人，一个老师两个老师在他们一个家庭，就这样开始的。这位同学啊，他在得奖一起来了，这位啊，当时啊，我们去爬那个擎天岗，听说他是第一次上擎天岗，下去的那个宝山的大油坑，第一次去，哦，被卡了，就破了，都不卡了，结果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四个人哦，八条腿一起走，啊，我啊，我一个人两条腿，三条腿，啊，给几关啊？好、哦，我看到的呢，竟然这个小朋友那个时候三岁，一边弯，我头在那挂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林爷爷，林爷爷教我们多安乐。”这种习惯就是生活化的习惯，挺简单，而且他蛮照顾我的了。虽然我是跟有一起出去以后，到现在他现在还有记忆。哦，那次哦，林爷爷抽筋了、啊，他才给他抽筋了。对，他现在每一次我们有任何活动，他都非常喜悦的主动出来，好吧？好、哦，这就是我们在扎根文化的动作。那么这幅画是我们陈大师的，每一年他已经第七年了哈，他每一次哦，他会一幅画赠送我那个协会，那就一要变成那个记录哈，很重要的记录。啊，这幅呢是吴老师哈。哦，他创作蛮多元的，哎，有机会那我们再分享。然后他过去是什么 ？OK， 就大概如此。好，那就谢谢各位哈。三请看郑云轩。郑云轩，刚刚有发给同学了哈。好，谢谢张慧应小朋友。张慧应，来鼓掌一下。今天的奖品哦。
校风气。谢郑之宇小朋友，刚刚有那个得奖的，哎，我给算谁的？来来来。小朋友，有好，带你玩那个，厉害哦！恭喜恭喜！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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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得奖最近那个网络运动一个无成的无顺，哦，真好啊！现在缓和呢，让你们出兵。陆云贤，陆云贤，还有那低呢？好，恭喜恭喜！等一下哈。这个奖哈、哦，这里面哈、哦，我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了。哎嘞，那学长，等等哈、哦，你找那个爷爷啊，那叫爷爷哈、哦。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你等一下问他。这个是他的作品哦，这个珍藏品的哦，他今天过来哈、哦，这个分发给同学，好不好？把你小花。小花告诉你来用，几分镜头？透露一下里面内容。有啊，我先让你。这个只是很简单的书，这是一本画册。画册，好，谢谢。我们的这个活动哦，即将要进入一个尾声。那我们有所有参加的这个大小朋友，我们都有一个奖品给你们的哦。那我想哦。那个最后有一个这个哦征文比赛，征文啊，邀请哈、哦，我们参与的这些小朋友能够写文章啊投稿给我们这个我们的会刊。那如果各位手上还没有这个会刊的话，请到我们台那边拿。那我们这些作品啊、哦，基本上得奖的这些作品。我们暂时不拿回去，我们要做记录，还有放在网站上面啊、哦。那个没有得奖的啊、哦，那些作品可以等一下就在平台那边那个舞台啊，就是拿回去的。然后我们最后啊、哦，你离开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赠品，就是那个鲜花跟树苗、哦。我希望。文化协会就是在文化历史、生态、生物这三方面啊、哦，大家一起来努力。啊，太好了！我这么多位，对，六号录音机，我有花圃，哈哈哈哈哈。这两个乖蛋，哦，好玩，哦。现在没有好地，我让你抽。没有好地，一罐，好地，一罐，哦，你要正我们卖我一次，我们恭喜好地花瓣。等一下，我